不能够真正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不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知道知识的控制性，那是非常可怕。不过话再说回，我已经走了那么多，然后我也退休了，可是我对生命现象还是很有兴趣。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旧的东西永远都会回头，所以我现在再下去要讲的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我们回到东方系统，我们刚刚都讲了，东方人，我们中国的系统是没有办法创造新的，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细节不重视。我们现在得到了西方的分析理论方法之后，回头再来看，就会发现祖先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我个人私下的认为，对我们未来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所有人类未来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静坐，而静坐不是佛教的东西。各位，对不起，释迦牟尼佛按照现在人类的知识来看，释迦牟尼佛是在2500到2600年前的印度。可是各位知道，中国的道家。但是可是比那还要早。我们如果看《尚书》里面讲到经医，讲到唯经唯医这些东西，有机会我们再把它细分析。但是我可以跟你，那完全就跟佛教的东西是完全搭上线。但是我们大概在秦代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像一个串珠，像一个魔珠断了线，撒了一滩，中国的知识从此淹没。我们先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说。我们先来讲静坐，道家也讲持静。我们静坐呢，到现在。全世界，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社会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欧洲、美国一流的医学院，每一年现在都花很多钱。我估计，我私下估计，大概至少所有的费用加起来都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在研究进步。那目前两种人是被西方人所重视，一个就是印度的瑜伽修炼，另外一个就是西藏的僧人。因为西藏的僧人过去跟着达赖喇嘛周围的那些僧人，其实他们都很多人都做30年、40年的静坐。有一天，我跟我周边的人说：“我说外国人是非常可怜的。你们如果看他们在发表论文，如果做过现代科学研究，就会知道。”他们是非常重视排名，一个科学谁做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位置摆哪里，都位置都很重要。可是他们找这些西藏僧人，人家修炼了30年、40年、50年去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发表在世界期刊上，这些人的名字是全部拿掉。你就可以看到西方的科学家的心态，他把这些人当做什么？实验动物。这就是我说西方的科学跟它的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强盗，是一个霸道，是一个强盗。不过这个是题外话。那么他们现在有很多技术可以用，比如说 NMR、FDMR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机器，非常大一台，至少便宜的要500多万，贵的来了上千万，人坐在里面，然后给你一点放射性，很少的放射性元素分布到全身，它就可以感应到我刚刚讲一开始讲的那个 ATP 的末端，那个叫做 proton resonance。 这个如果学过物理的人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会自权到机器可以感受到，所以他的最精密的程度可以感受到每一个细胞的活动。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把你解剖了，你就可以看到各种照片，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头上坐在那边，他脑部发生什么。Anyway， 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下呢，先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当然，已经做了超过十年以上。长期打坐的人呢，他大脑某些地方的黑质比不打坐的人还要多。这是什么意思？脑袋，如果你们把脑袋就可以看到，脑是一个折皱的，它有两部分，一个叫做白质，一个叫黑质。黑质绝大多数都是神经细胞，白质是支持神经细胞的那些细胞。所以灰质的增加代表神经细胞，现在还不知道是数量增加呢，还是它变胖？因为活动活化而变胖，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数据告诉你，就是说打坐的人脑袋比较大，也就是白化。Okay. 所以长期静坐。各位想想看，你看要用到多少的生物来做瑜伽？可是有哪一个去做的人，我们知道没有？那下面就是逛好的，就是这些外国科学家，非常有成就。We find， 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了。所以呢，如果你去看脑神经改变的时候，它主要是改变这个区域，从这边看就是这个。这一整块的区域，这些部位代表什么意思？这些部位代表，其实不是只有这些，这些是位置是最明显的位置。这些位置是把脑袋各个不同区域连贯在一起的核心位置，这个是最明显的。那当然，其他的还有别的部位。那么。外国人马上就很有兴趣啦、啊。那和尚有变化，那我们祈祷有没有变化？他们关心他们的宗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讲 conclusion 结论的，不管你是祈祷，这个祈祷当然是找一个尼姑来，这个 case 是找尼姑，非常虔诚的，每一天两个钟头的祈祷，然后呢，那个尼姑拿来跟。